What's up, YouTube?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我是 Zion。现在已经傍晚了，拖到傍晚才来开始这个疫苗日记 Day 六。明天很快的已经是最后一天了。今天的状况也是一样哦，没有什么特别，就没有什么事情发生。真的会不会像昨天那个中医师讲的哈？如果抵抗力真的有这样差，没有嘞？真的是有在怀疑过这个东西啦，因为他这样讲一下，我就觉得也是有可能哦，也是有可能。今天我就想带这架相机去拍一点东西啦，想尝试一下新的风格，所以现在我就想出去一下，去走走，去尝试一下这个新风格啦。Let's go。OK 啦，这样子又已经一天了啦，很累哦，今天不怎么很累哦。OK，so 今天我想来讲一下关于这个daily vlog 的这个东西啦。其实这个东西，讲真的啦，是蛮难去做的啦。给我的话，我是觉得蛮难的啦，因为这个东西你。要每天去 edit， 然后每天都要想一个六分钟到八分钟的影片出来，是非常的难的啦。我觉得对，尤其是在 MCO， 你要找一些很特别的东西是非常的难的啦。就像最近我看那个 Joshua 系那个池尾城的 Joshua 的那个影片。那种孩子，他的孩子日记 ，basically 就是他的 daily vlog 啊。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蛮厉害的人来的啦，就可以挤出时间，然后去拍他的日常出来，然后又可以拍到这么好看哦。我是觉得我是还蛮佩服他的啦，只是现在和他已经是没有在做他的孩子日记了啦，就已经。变成转型做那种 gym 啊，那种教学啊，这样子。所以呀，我还蛮佩服这个人的啦。然后，就是我今天想讲的东西啦。我没有他这样厉害，找不到东西，找不到话题来讲啦。我想是时候 improve 一下自己，看一下有。什么口才呀、可以去学的，要不然我认为啦，我自己的口才也不够好，然后自信心也没有很高啦，这样子。今天我想分享的东西就到这边为止啦，明天是最后一天了，明天我就会来总结一下，这七天的 daily vlog 啦。我们明天再见吧。拜拜。